中市警第二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在112年的9月2日22:51，在本市的北区民权路与民权路489巷口有一起交通事故。经警方迅速到现场查处了解，现场为行人冲染，步行穿越民权路往民权路489巷方向，与刘男驾驶的自小客车沿民权路外侧车道往建新路方向直行时发生碰撞。自小客车的前车头、前挡玻璃处与行人发生碰撞肇事，现场汽车的驾驶及行人均有受伤，均送中国医急诊室就医。自小客车的驾驶刘男经警方施以呼气酒测，并无饮酒之情事。警方已调阅附近的路口监视器，厘清发生事情的发生经过。